知，白璧无瑕，这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绝色的男子？谁？你是谁？晚辈姓谢，单名一个雨字。前辈。怎么样？你请去吧。不去。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像我这种身长七尺、五尺半以下都是事先习惯。开始胡说八道，有什么不满意？狂妄。他还向我问起你来着，臭你了！你能说什么？问起我？围着一位的时代，两个不嫌多，更多怪我出了事。住手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出去吧。